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尔法围棋自战对局五十局。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呢是第29盘。好，下面呢我们来看棋谱。小目，围棋呢错小目，叫大飞手脚。之后挂角，好，这盘呢终于没有点三三了，这两个角他都没点，那是挂角。好像印象当中，在阿尔法围棋的这个棋谱里面，他对新位选择点三三比挂角要多。那么白得一看我挂角你不走脱先，那我也就继续进攻角上这个子啊，靠这个。这个情况啊，黑棋脱先了之后呢，白棋一般来说脱三三或者这个飞照还有靠啊，这三种可以说都是定式的下法啊。实战呢选择了靠在这儿，那么黑棋二路搬应该是必然的。白棋退，靠退，这时候呢黑棋有两种下法，一种呢就是实战走的长这个，另外一种呢是搬也是挺有利的啊。搬和长的区别呢就在于，如果长的话呢，白棋很明显先把黑棋压迫到二路去，这个是很愉快的事情。如果这个子在这儿，白棋恐怕就不肯这样下。如果白棋再这样下，搬在这儿明显比长在这儿好太多，所以这就是搬的理由。如果选择搬的话，白棋有里面断和外面断两种下法。如果里边断，黑棋当然吃掉，断哪边吃哪边了。白棋争掉一子，这也是一种很古老的定式。不过黑棋如果选择搬啊，白的现在这样下的话呢，黑棋在那边引针，还是黑棋在左上角的引针应该还是比如说这个蛮严厉的。那么这样白棋在真子有利的情况下这样下也是一种定式，而如果断外边，黑棋也必须吃，那么白棋得到角上的实地，那么接下来黑棋可以考虑脱先，也可以考虑贴这个，贴了之后呢角上还有点小手段，打吃这个。白的如果立的话，黑棋翻打，因为有这个子存在，白的不能立，这有一个子，黑棋粘上是叫吃。如果白棋提的话，这被一打，再接上一爬，这空基本上就掏光了。所以贴了脚上还残留有这个打的手段。如果你提的话，它度过，这脚白棋也没几目棋。所以这个局部呢，我倒觉得黑棋现在如果搬，也不失为很强硬的一手，不知道白棋会怎么下。而实战它是长呢，这事情就简单了，白棋当然是加完打吃之后力也非常大。这地方如果被黑棋打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其实整块它没活，以后搞不好是一块孤棋。力在这儿也是可以说事关双方的根据地了，立黑棋是必然的，这不能再被白棋照过来，这太委屈了。所以黑棋飞，白棋拆，白的能在这儿得到十多目，黑棋呢得一个先手。应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变化吧，双飞燕。好呀，
双飞燕之后白棋靠压，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棋形。很早以前的说法呢叫做压强不压弱，黑棋哪个子强你去压哪一个，但后来呢根据实战的经验，压强不压弱也不见得就绝对好，所以呢后来也没有这种讲究。那么这地方黑棋拖，阿尔法围棋它同样也是拖。那么在人类棋手的棋谱里面呢，比较新的棋谱都是拖这个，比较早的呢有点三三的，但点三三的白棋就虎，再吃掉这个，如果下成这样的感觉，白棋是蛮厚的，黑棋这两个子就这样一死一伤，损失是不小。这个点三三的下法在比较新的棋谱里面就少了，往里拖，白棋搬，挖的下法也比现在也比较少，因为挖走成这样之后，白棋没看出来白棋得到什么东西，而黑棋这边的棋形已经非常好了。直接扳脚再粘上，那么将来在这一带还可以加工，两边伺机加工黑棋。黑的这时候跳这个，对这个棋形阿尔法他喜欢这样小跳一，挺有意思。我们一般的下法尖这个比较多，瞄着这个冲断，然后呢也加强了这个子。白棋如果在这边加工，一旦黑棋这虎有先手的话，马上要冲断白棋。它是跳在这儿，白棋那尖冲，给它贴。摆的长，出头是必然的，黑的一定要出头，不管是贴也好，飞也好，飞的话出的快一点。那么白棋靠，这顺手一靠，应该是怎么说呢？总好的，他借着利用黑棋的断点，就补了这个冲断。这冲断现在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黑棋这儿多了一颗子，这马上要贴死白棋，这个断点就不存在，所以冲断是个现实问题。白棋靠在这儿，既可以补断点，又瞄着黑棋的冲断，那黑棋贴过来补是必然的。这时候白棋下的加这个下的非常的实在，普通第一感觉的哎，这个地方好像不能被虎过来啊。那你如果往这儿走的话，这被黑棋一尖，白棋局部没活的话，你就得往外走，这个往外走单关。黑棋是现在尖，或者是先飞这个是都可以考虑的。总之这地方很大，黑的一尖的话，白棋没活，事关双方眼位的要点。白棋没活，要是去走单关出来，又帮黑棋这块给走好。白棋实战加这个，他并不太看重这个虎的价值。黑的呢，靠一下，问问白棋应手。如果白的这样搬呢，黑棋搬下去很愉快，很紧凑的就走到了宽的价值大的一边。白的如果搬这个的话呢，黑棋搬下来，这白的也不好对付。这步搬下来让白棋比较难对付，粘的话被蒸掉。这个如果走这边的话，黑棋哪怕是断打，
白的还是被限制住，黑棋又走到宽的一边去了。如果长这个呢，黑棋将来跳一跳，在这一带走棋有先手，对中府对这块都有好处。这就是黑棋靠一下问问应手，看看白棋怎么走，再决定黑棋下一步的动向。白棋呢应得非常冷静，就这么简单退一个。黑棋虎打吃，虎到这个。好，现在白棋脚上呢彻底的活了，白棋脚上彻底活了，活得很厚。那么所以现在白棋从这边来加工黑棋，黑的贴，白的再跳，这两步棋呢就体现出脚上活的那么活的跟铁板一样，它的价值。脚上厚了之后，白棋把黑棋往自己厚的地方赶，黑的如果还在连，那么这两个子逼迫黑棋走了两个单关，白棋这两个子很明显它是可以围控的，这从这边得到了便宜。黑棋当然也不肯轻易的去单关联络，阿尔法围棋它下棋呢是非常注重效率的，而且他对棋子效率的理解肯定是有很多地方，就是当然我们是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述了，他对棋子的效率实际上是没什么理解的但是按我们人类的这个，以我们人类的这种方法来思考的话，他就是他每一步棋都非常注重效率，而且他对效率认识得很深，从棋上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吧。好，黑棋跳这个，这边显然是价值很大的，白棋飞，这地方黑棋暂时不走呢也不会死，白的如果搬出来，黑的有虎顶，白棋立的话呢，黑棋挡，脚上再搬了就活了白的走脚上呢，很明显黑的也是虎棋，这一挖粘先手，然后再走这个就活了，并且黑棋当然还可以活得更好一点，比方说挖完了之后搬出来，或者接一下再搬出来，这个活棋不成问题。而如果白棋要搬这个，强行缩小黑棋的眼位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黑棋搬出来再贴这个，这边一断打一夹，白棋就死掉了。而如果白棋要走这边的话，这边最简单的挖完二路打吃，黑棋也可以活，并且黑棋很可能单断，这样要挖打吃掉白棋。如果白的这么下呢，打吃先手，然后再立，再吃的话就被包大头鬼了，白的恐怕有问题。所以这就是黑棋在白棋跳的时候，黑棋可以脱先的理由，这块不会死，即使你搬出来，黑子也是活棋，不会死呢，当然黑棋不会在这儿走个单关。填充一下，如果白棋在下边硬，那么黑棋就先手便宜了，因为这地方白棋有种种先手，黑棋这还欠着点问题，这白棋有种种先手，黑棋打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能把白棋走到一下，让白棋在下边走，黑棋就已经便宜了。而白棋呢也是不肯随便跟着硬，飞在这儿，这是挺有意思的一步棋，飞在这里。
瞄着搬出去的手段。这个这多一个子再搬出去的话呢，它肯定是有很大区别。我们再来说刚才这个参考图的话，刚才我们说黑棋一贴很厉害，这一断打再一夹就把白棋夹死了，白棋走那边的话这边有问题，但是这有个白子就它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个白子，白棋首先尝试先手，这直接就挡上。挡上的话，等于黑棋这边白棋也没事，这儿也黑棋也没有手段。断的话，白棋可以单退。所以飞这个。瞄着要搬出来，黑棋补的方法也很有意思，他还是没有这样去单关联络，而是跳在这儿，跳在这儿，显然这步棋跟这步棋对比的话，走在这儿对这块好处要大多。你走这种棋，将来白棋这里还是有借用。走在这儿，一边扩张这边，同时呢，他防你搬。现在搬的话呢，黑棋虎一个直接就搬出去了。断的话，直接一断打就吃死，直接吃死。如果强行连搬这种的话呢，黑的冲，这白棋外边有种种问题，也不能指望吃掉黑棋。所以高效率的补。正好有了这个子，白棋是要正过来的，反攻黑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白棋还是有一些先手，所以不肯往下走，要往上来进攻黑棋。这两步看上去还是很漂亮。黑棋这地方不好动，再动的话越来越重，而且就算逃出来落个后手的话，大的地方先被白棋占，所以黑棋脱线，弃子争先，你要吃就让你吃，我围这块比你大。白棋拐，这被压一下也不舒服，压一下黑棋这规模又大。白的拐黑的如果长，比被压一下强。黑棋围，如果这一块就都围住了，那显然是相当的大。这里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围到这里就七十了，加上这边，黑棋有八十多目，这一块就八十多目。显然白棋全盘要找八十目是差得太远，所以白棋是一定要在这里面做文章。往里掉，明摆着这边一靠就进去了，但是呢白的也不怕，再往里靠。这地方挺有意思，可能是体现了就是人工智能它怎么说呢，可能是体现了阿尔法围棋比较深远的算路。我们一般人类下棋的话，我先靠进去那边看看你怎么动，下一步我再考虑我的下法，看看你是搬上边啊，还是要强杀我，还是要怎么样。因为搬上边很容易，白棋活脚是很容易的，而先走这个被靠进去，很有可能这个子就这样死进去了，再去动脚上这个。这个就是说至少从人类棋手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先亏损了，但是呢阿尔法围棋它可能是双方有一个一致的判断，就是黑棋搬这个
让白棋舒服的活角，粘的话白棋搬在这儿，当然这白棋太舒服了，黑棋还只能退，被一爬再一爬，这活得太舒服。那么如果黑棋粘上，白棋也可以轻松活角，也就是黑白双方的阿尔法有一个一致的判断，就是这棋即使白棋这里掉了一下可能亏损了，但是白棋能活角活成这样，也是白棋满意。所以黑棋没有搬这个，而是二路搬。二路搬是一种要强杀白棋的态度。白的如果走这个的话，不知道他是挡角还是长这个，总之是一个子都不让你活的意思。那白棋当然是要在里面想办法扭断，这是一种常用的腾挪手段。如果你吃的话，我上边打吃，看你是提还是粘。如果提的话，这又被打一下，这再长进去，黑棋要想全杀恐怕也很困难。粘的话呢，这儿一打，利用到这么多先手，白棋是虎出来活，粘出来活，这个有在考虑。总之打到这么多下，在这儿看上去是能，肯定是能做出点文章的样子。黑棋长，白棋翻打，再提。那么如果黑棋吃这个呢，白的就上边打。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这两个都是先手，白棋还可以选择怎么借用。那很显然在这一带眼位就很容易做。那当然黑棋提掉会好一点，这又被打一下。白棋什么靠一靠之类的，这么大的空间，感觉上黑棋要想全杀白棋也不容易。吃这个当然很小，黑棋长，白棋跳在这儿，很显然下一步一虎，这眼型就非常丰富了。这一虎基本上就活了，因为这个扳还是有先手的味道。黑棋打的话，白棋粘上，黑棋还得补，不打呢，这有一顶，黑的只能拐，白棋一渡，脚上还有眼。你跳在这里，黑棋呢点一个破眼，白棋接住，虎在这儿，虎在这里。这局部，我们先说局部，白棋如果要那个眼的话，黑棋从上边这一带杀过来，就是不让白棋中间再做出第二只眼。白棋这时候一顶，顶一个是手进，黑棋也只有拐。那这如果扳的话呢，白棋这一段这借用就更多了。最起码最低限度打吃一虎，中间眼型就很丰富。黑棋拐，白棋再一扳，这也不能被贴过来。这一贴过来的话，长又是先手，白的在这边应该也可以做眼，所以黑棋当然要拐。扳是先手，这一挖打很厉害，然后再一并，白棋通过这一靠弃子呢，走到了这几步都是眼型的要点。走成这样呢，局部白的就已经活了。黑棋要想杀白棋，尖顶没有意义，被白棋挡住，已经活了。爬的话呢，白的一长，你就算能冲到一下，我团在这儿也是两个眼。
两个眼看得很清楚。当然白棋可以先尝一下便宜一下，走这个的话呢，白棋冲掉，黑的爬呢，白棋冲，粘是先手，一提也活了。白棋局部走到这儿已经进活，进活的话应该说这个从这一调开始，它的这个破黑棋的控这一战役啊，白棋还是挺成功的。通过巧妙的这个借劲啊，这一段这一靠，这种借力腾挪，白棋成功的进活了一块。黑棋现在呢，先打一下，白棋提掉。即使粘上，这地方即使粘上，黑棋将来也有搬了连扳这个手段，要跟白棋纠缠。打的话，黑棋做劫，所以呢，白的索性提掉。就说黑棋这虎，并不是说虎在这儿，它的价值并不是说，一定要杀这块，杀不掉就不行了。他还憋着这一打，瞄着脚上一些手段。现在在挤，白棋一并，五顶，白的扳，跳进去。那么白棋现在要在脚上走呢，当然是活，肯定是活棋。简单看团先手顶先手在一团就活了。那么白棋下得很强，他脱线尝这个，尝黑棋如果跟着硬，那白棋就还看看你，一方面适应手，看你是粘这儿还是粘这儿，另外一方面呢，已经先手便宜不少。黑的呢，虎，要想杀掉，如果不虎，要想杀掉脚上白棋呢，也不可能。虎一下，小尖，把脚上做活。挡下去，这一冲，黑棋既然这地方不硬，那么白棋，当然这个长也不是白长的，白棋一定要冲，还得拐，双方就各走一边，要，与其说要进攻黑棋的话，不如说白棋要把自己连上，这地方如果贪图这个被黑棋靠出来，白棋整体彻底的薄了，也拖。做活。非得。如果长呢，黑棋尖在这儿，白棋期待点一下你挡，那么我尝这个还是先手，又把黑棋往外挤了一点，非点，逼黑棋打这个，白棋粘上，那这样白的棋形就很完整，比较舒服，贴在这儿，好，那白棋回到下边，抢到这个下边这个全局最大的地方。好，那么棋局进行到现在，感觉上白棋应该说是比较顺利，因为在右上角一带白棋的这种桎梏、这种腾挪破空的手段，
啊，施展得非常到位啊，这右上角的下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我们继续来看实战。白棋在右上角活得很舒服，把黑棋的空都破了，那么又抢到了这个，感觉是比较顺的。黑的靠，靠断，本身吃掉这几个子呢，也就是十几目棋啊，并不是特别大。当然，现在这个局面特别大的棋也不多了。但吃掉这几个子，白棋也要小心。白棋这个活角的话，白棋这个角确保活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白的这个是先手。如果这个顶再能顶到一个先手，那么白的这个角上是确保活棋的。这黑棋来杀白棋的时候，白棋这一团就活了。而如果这个顶一旦不是先手的话，那么白棋上边就只有一个眼，这个上边只有一个眼，白棋就还存在一个死活的问题。因为这地方即使你虎过来，这个就算如果是这样的，那就很简单，黑棋一搬粘，白棋就没有眼啊。即使白棋可以保留这个的话呢，这地方也只能做成一个打结眼。所以白棋脚上要想确保活棋的话呢，还得走到这个顶。那么黑棋靠断的意图并不仅仅是想吃掉这十来目棋，如果断了这个呢，显然白棋这个顶就不是先手了。所以黑的吃掉这十来目的同时，还瞄着杀白棋的脚。白棋靠，这要藏进去，这要保持这个冲。脚吃，先把黑棋中间，断开。同时呢，其实每一步都在照顾脚上，黑棋没有杀白棋脚的机会。到最后，先手断吃一下，把脚再补活。这样呢，白棋可以说下的也是很紧凑的啊。如果黑棋一靠断，白棋直接就去补活脚。那么很显然，黑棋这个靠断就是白来的先手便宜啊，而白棋先把黑棋中府这一带给断开了，让黑棋等于中府也都变成残子，白的先中府收获了之后再补活角，这个就很紧凑，效率很高。小箭。这个呢是为了确保活棋，这地方白棋先手靠，先手尖，局部黑棋只有一个眼啊，还要到外边去找第二个。小尖这个呢，保证自己的眼位。靠，这地方黑棋是过不去的，这边一顶，这有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黑棋两边死一边了，所以这一靠黑棋挡不住，立一个，还得立，这地方收获很大，破了黑棋的空，自己还增长了一些实地。补一手，
块去煎补一手，那么煎葱，这个显然全盘其他地方价值大的地方已经不多了，焦点就在这个地方，这地方白棋能围住多少，黑棋能破白棋破成什么样子，这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呢，就是中府这一带，中府呢黑棋不能轻易的去粘这个，粘被白棋打了冲出来，黑的就崩溃了，有点不像样。但是呢这地方也不是说黑棋绝对就永远也不能占，将来万一中府黑棋多几颗子的话，说不定真的粘上把白棋那四个吃掉。但总的来看，黑的如果只要是不敢粘这个的情况，那么黑棋中府这一带就比较薄，它比较薄，它将来得做活，怎么做活，这是个，就是说总还是要付出代价。你不能为了活这块，比方说你就这么不能去随便单关吧，走单关被白棋这块围得太大，那黑棋等于乐败了，安乐死。所以黑棋在破这块白棋空的同时，其实也还是要顾及中府自己的这种薄位，白棋也要防着黑棋什么时候万一在这边作战一通卷，黑棋中府多几个子把白棋粘死，但相对来说呢黑棋负担重一点。黑棋是尖冲，那么很显然白的如果爬的话，这是一路走过来上边被断，爬是爬不过去的。白棋断，黑的提呢白的就先手便宜一下，刺一下，好，黑棋判断，现在黑棋判断这个提呢价值不大，提的话大概有，从目视上来说十五目的样子，黑棋觉得这个不止十五目，一路搬去拐吃，一路搬是先手，如果不走的话，白棋横冲再一断，黑的死了，拐吃，白棋目数上先便宜一下，打吃，立一下，黑的挡，立一下之后，白棋并没有吃这个。立一下，从目数上来说也许稍稍便宜一点，将来黑棋再吃，走成这样，如果你不立被而黑棋直接提掉的话，将来黑的挡在这儿，目数上稍有差别，立可能小有便宜。之后呢白棋并没有吃，我们刚才说了吃这个的话价值十五目左右，那么可能白棋觉得这边被黑棋吃了，还是心有不甘。所以他是靠这个，在这边动出这个子，同时可能也隐隐约约瞄着对中府还是有想法。黑的搬，这棋呢不能这样去吃白棋，这样去吃白棋被白的这一搬，那就这就难受到，这就要哭了啊！不知道要下哪了。挡的话被打吃粘上，白的跑掉；不挡，这也没法下这种棋啊。所以黑棋搬这个，白子呢反搬。黑的现在要吃这颗子呢是可以的，打吃粘上就吃掉，
但是如果这样下，中府恐怕怎么，中府总要付出一些代价吧。白棋虽然不太可能把黑棋中府全杀光，但是中府黑棋肯定是残留很多问题，要付出代价。比方说白棋就这么点过来，留下一半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黑的也不能只盯着这儿，中府还欠着很大的问题。黑棋下的呢是断打，然后呢再反打，断打完反打，白的如果长，黑棋挤住，黑的这样下很紧凑，那么将来这个打还是先手。我们可以看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显然这几个子对中府的照顾是很有好处的。白棋现在如果逃这个，那么怎么说呢，这整个这个黑棋就顺势把中府自己活出来走好，然后再把这个爬过，大致是这么个意图。而白棋现在如果不逃这几个呢，黑棋中府已经有一些借用了，白棋要想再去杀黑棋中府就很困难。所以黑棋翻打完，断打完再翻打，那这时候白棋下的呢也很实在，断吃，让你提，我就吃掉这颗子。好，那么黑的可以说解决了中府残子的问题，它基本上算是连上，但是呢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两个被白棋吃掉了。白的目数上实地上还是有很大的收获，之后吃在这儿下得很扎实，吃在这以后白棋就活尽了。不管黑棋将来再怎么厚，你这子再多，我 AB 两点必得其一，你要来吃这个的话，我一拖再一立，局部已经是尽活，一步棋把自己毛病补得很干净。如果这时候白的不拐这个往外出头，也不知道怎么出，如果小尖的话，黑棋刚好一跳出去都跑了，那白棋走单关也没意思。如果想要来进攻黑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自己还没活干净，这个也很难攻到黑棋，所以扎扎实实先把自己补好。你如果肯单关逃，那么我再把这个十五目收到，白棋这边目数很有收获，再收到这个十五目，那么应该说形势应该不错。黑棋不干了，黑棋一看我如果再走单关被你吃掉，那等于什么都没走着，所以把这个吃了再说。这个吃了还不仅是十五目，对白棋的眼位还有一定影响，对眼位有影响，并且呢将来这一带黑棋有各种先手，所以非常大这个。那么既然黑棋不走，白棋这又活得那么干净，当然要来围攻黑棋了，飞攻，飞攻，看黑棋怎么处理。黑棋在下边做两个眼是不可能的，只有往外逃。搬虎，
一下，这当然不能被断，冲过来，这地方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粗粗一看呢，黑棋这一虎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很显然这挡的话，这双打吃白棋崩溃了，不挡那么不管你退也好粘也好，轻松冲出去，好像黑棋可以轻松突破的样子。但是呢，白棋这一点很厉害，这一点我们来看看黑棋他怎么办。如果冲这个，首先是接不上，如果你接这个，那么白的虽然不能断这个，但是它可以挤，这一挤如果你接上，我们先看下边这个什么情况啊？这个子被截留了，如果你硬要接这个的话，你说 白棋把这个接上，你往外冲，我把你这个切了，你接上的话我把你封在里面，所以这个局部这一次黑的还是有点问题。如果你往这儿接，那么当然这一挤就挤断，这一挤可以把黑棋给挤断。那么如果黑的往这冲，往这冲的话呢，白棋有断吃的可能性，或者白棋这样挡，打吃，再打吃，就把黑棋给包进去了，全被包进去了，也不像能做出两个眼的样子。白的这一次因为现在目数很重要啊，就比如说刚才这里被黑棋开一朵花也好，或者现在黑棋开这个花也好，相比于这块如果被白棋吃下来的话啊，被黑棋开一朵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现在就是中幅一点目数的问题。白的刺，黑的能冲，我们看看黑棋怎么应对啊，冲，白棋挡。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断，那么白棋打封进去的话呢，黑棋是很麻烦的。黑棋是断，白棋打吃，粘这个被包进去的话呢，相当麻烦。不止这块麻烦，中府被白棋攻过来的时候，那白棋这儿都走后了，再攻过来的话呢，中府黑棋可能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吧。但是断打，断打，白的那提梁子，黑的粘上，黑的可以通过弃两个子的办法把这颗子连上，弃掉这两个子，连上这颗子呢，就说可以破掉白棋下边这些目数啊。但是呢，白棋提掉这两个子也是有收获的，长，然后拐进去，黑的虎，白的一飞，飞一个目数也不小，扑一下，粘，粘一个，大致意思是白棋硬一个的话，防了白棋往这儿挖打的手段吧，粘一下，白的翻，加这个瞄着要
把这个接上。因为现在黑棋这块呢，这块基本上安全啊，所以黑棋不应该往这儿走。往这儿走的话，中府这是黑棋的问题。加这个，瞄着粘和这边打过来，刺，接住，单粘，把现在这个粘成为现实了。这一接的话呢，白棋是跑不掉了。冲拐住，白棋跑不掉。黑棋把自己连上，然后逼白棋补回去，这样的中府黑棋基本就都安全了。那几个残子呢，给白棋吃了也无所谓。连上，之后白棋小尖收官，搬下来，好，那么现在战斗可以说战斗彻底结束了，进入官子阶段。接住，贴，爬。这一爬呢，目数上价值不小，并且可能还瞄着这一带一些白棋的薄位吧，瞄着白棋的比较薄的一些味道。白棋搬这个完，然后再接上。好，接上之后呢，黑棋中府算是彻底的完全联络。如果不粘这个，黑棋中间欠着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冲这个不敢要，中间欠着目数，不能再要，再要的话被一冲，打吃先手提先手这一段，这又要断。所以呢，黑棋粘上，白的呢刺，这只有粘。白棋一靠，靠呢是瞄着这里断打啊，这里断打断有这个问题，这个。黑棋呢反尖顶，普通的下法呢是虎这个虎，那么白棋大致长一下，然后呢横着冲，或者是这样冲过来，先手便宜两下，然后把那个连回。黑棋顶一下，这样跟这个相比呢，目数上黑棋应该是稍稍的便宜一些。白棋再冲，然后尖顶。
顶到那个以后，基本上下面都剩一些小关子，一起呢冲这个，白棋顺手接上，然后再接住，黑的一路搬啊，这顶一下跟搬交换呢，白棋已经先手便宜了，否则被黑棋直接爬过，这一路都是木，顶一下之后黑的已经没木了，之后白棋团这个，白棋一团，那么这个团也很大，如果不走这步，黑棋这儿把白棋，比方说这样把白棋断开，白棋走这个，黑棋白棋可以先挤一下，但是搬的时候呢白的挡不住、这也要损失不少木数，或者黑棋这样打吃的时候白棋也只能一路度过，白棋团到这儿，那么这地方基本上我们可以看成将来是，基本上可以看成将来是这样的定型。那么这盘棋下到白棋团的时候呢，黑棋就投子认输了。这个在阿尔法的对局里面呢，也算是怎么说，也算是这个手数比较少的一盘吧。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形势，这里黑棋靠顶都是先手，白棋十是一十二，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十九目，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十五到四十六吧，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十一，白棋有五十目出点头，五十一的样子。而黑棋呢，这边白棋跳，这都是先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十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这里将来要补一个，黑棋也是不过五十二，盘面上来讲也是，盘面黑棋略微领先一点，大概是这样的局面，但是贴目是无论如何贴不出来了。好的，那么这盘棋呢确实白棋的表现应该说更精彩一些，有很多招法都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比如说在黑棋尖冲这个的时候，白棋没有跟着下面爬，而是先飞，先手一飞然后再反身正过来，这两步呢是可以说相当的潇洒。那么而在黑棋扩张这块围这块大空的时候，白棋掉进去之后这靠断，靠断之后这一笔顶很轻松的这个借力借进就走到了搬先手，在这个虎先搬这个先手把眼做眼的这个各种要点都占到，很轻松的进活出这一块，那也是这地方确实他的这个腾挪手段也是值得学习。那么在活掉这一块之后，可以说胜负的天平就已经朝着白棋倾斜了。好的，那么那么这一盘对局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